距离乡民好餐一位96岁阿嬷黄丹菊，自70多岁才开始学习利用素食牌来制作，做成各种生活艺术品，有糖啊鸭，嘛有装饰品，一直到现在90多岁，目睭也是真好，手嘛正灵活，完全无受到老化影响。阿嬷佫讲有闲就会继续做，要做到完全袂叮当为止。已经高龄96岁，黄丹秋阿嬷志气素食白，双手是一点仔拢袂错。画面中的地果、小提拿、糖果和点点，工艺成分真高的生活艺术品，都是这位已经高龄96岁的黄丹秋阿嬷最近才做好的。住在水里乡民和村一位96岁阿嬷黄丹秋，为70多岁才开始学习利用素食牌织起来，制作成各种的生活用品，无师自通。一直到今嘛90多岁，双眼清明，甲双手溜达，就连床前印刷拢无问题。贵啊！厉害！有只亲友吼，你若耍到素食牌吼，会使留咧，啊，将来互阿嬷吼继续甲恁代工吼，啊，做互恁诶，不管是即、迄个聚宝盆嘛好啦吼，啊，是讲个饼干盒啦，伊拢真愿意做吼，啊嘛，伊拢总互人已经送互人700-800个去啊。已经高龄96岁黄丹秋阿嬷身体算是真勇敢，查某囝时势逐工陪伴照顾，也拢在咧学做手艺。黄丹秋阿嬷佫讲，有闲就要继续做，要做到完全做袂停当为止。记者跟新闻差不多。